咱去看孕妇吼，嗯，这个所在呐吼，跟打扫人员啦、清洁人员，啊，你看一滩屎滚滚水落去啊，啊，你徛你这个桌仔顶啊，你要跳落去，你敢跳？啊，出去！那为什么？会出去吼？伊讲五行，最近嘞，这首曲等于一部经典啦。那是真理，你去倒解释拢会通。五行就是讲，最近干那你做人，对，你这点也跳落来，你都唔敢跳。你知咱祖师伫倒一个境界来？弥勒净土来对无？是啊是啊，祖师。你菩萨的境界来对不对？是是。你知伊迄个所在吼，伊土口做啥？黄金铺地。黄金铺地对无？你知黄金铺地金骨是比这破沙无论水，迄、那个金甲骨哦，千百万亿倍种金骨的，你敢落去？嗯嗯。为什么你唔敢？因为无肉体对无？嗯嗯。那祖师安落去安尼，做一个大地。嗯。无大地。跟他讲对伊来，人家讲哇，啊坐几点钟，人做事也慢啊，收到安怎，要到位啊，叫做来去自如啊，伊伫个来去自如的所在，啊，那落去倒位，这叫做啥？如，这叫做水如。哦，嗯，所以呢，人叫做做事正悟的时候，人开悟的尊者，拢爱为众生做啥？做牛做马，你有无？好，做马牛。你嘛是差不多嘞，最近嘞，这只都有。最近嘞，你有人看过牛无？有哦。有吼，迄牛的牛皮有甲连起来，牛皮若无连会累残吼，会累残嘞。你看牛的时候，捌捡牛打过无？阮爸爸捌了打。最近嘞，迄牛皮若无连吼，这只牛袂做人。最近嘞，这个肉体若无修改着咯，你袂修到嘞。哦。对不对？嗯迄只牛吼，安尼搭落去，安尼对只呛落排骨吼，对方就是安尼叫呛骨，无较像咱肉块。吼，这真正物仔呛落去吼，袂喘。最近的，这个牛哦，这牛你若无甲顾好，甲行路有危险。嗯。迄牛的性地抓起来，你又抓袂掉。袂掉。迄牛若徛咧路吼，你十个人嘛救袂掉嘞。最近的。这个身躯你若无甲行好好，互伊会做工课，你甲行好伊甘愿，无甲这个肉体迄个湿气练好，免啊成分。祖师来就是讲，一只牛吼，只牛你若徛在牛顶会有威风。迄个囡仔人吼，徛在牛顶会有足威风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迄只牛会较大。最近恁即阵都徛在这只牛的人，行好会好，你啥看是无形的，去甲你赞叹甲好好呢？因为你甲看，即阵徛咧水牛，若无收到，拢伊嘛足拼命，安尼拼命烧，拼命作业，拼命享受吼。啊，你最近嘞，你嘛足拼命嘞，你拼命啥？天公，日月对无？最近嘞，即只牛真危险，你爱甲徛好，徛好才会做工过，空手抓鱼头，初师是伫个。什么境界？你知影咧泡茶，拄仔阮咧以前泡迄茶有够香，人伊遐泡毛泡茶啦，人咧收倒来免阁泡，哦，够香诶！伊遐即种较香诶，啊，若无爱落面，连杯也无做无去，啊，若要爱难喝难喝着到位呢。最近诶，你知影迄个所在毛料？迄龙你知影龙头哦，龙头伫台南遮，龙尾甲美国遐去呢，迄新龙见少啊啦。见闻。伊为虾米咱看到迄头鸟遐尼大块？因为迄个所在量体是比迄尾鸟大，所以伊会当看到迄量呢。你知遐嘛有风，迄个风吼，目睭吼够水，才一寸毛，才一寸毛，中个一寸毛，你知爱三寸毛咧拍落，迄风吼无随便摇呢。你知伊若要摇，毋是许保障，就是五毛钱。一杯三千二啊！你三弟迄个所在是许清闲逍遥自在所在，足清闲的所在，为什么爱掠猪头？来到真世间，为什么爱掠猪头？恁捌去做贼？哦，
你了会记得咱四大人啊，透早天光目睭闭紧，第一件代志安那？低头抬一下，去倒？恁去巡残水对无？祖师来到世间要巡残水的嘛？哦，低头就是。祖师来到世间要做啥物工？度化众生的工课啊，迄就是伊的正义嘛。你去低头抬起来，就是要做工课啊。最真的，恁来到人世间要做啥物工课？要拼事业，是要拼财产，嘛加减啦吼。那无嘛，足歹生活个。但是做出来，伊个为伊个使命，伊就是安那，爱度化众生，这是伊个行，这是伊个职责，这都伊个责任。人将雕像画这条吼，较简单啦吼。最近个恁来个道场八鬼要求。心容为什么要做桥？交通，交通。有河嘛，有坑坎嘛，有山谷嘛，迄都是危险才做桥啊。若歹做桥，安尼叫恁来，安尼一紧就到位。凡事未到位。最近的祖师做一条桥，这条桥就是对此岸做甲彼岸，这条叫什么桥？恁知无？清醒就对，足地位，清醒，迄足侪足侪有诶所在吼，有诶人还阁毋知影搭啥物桥。清醒，清醒桥，哦，清醒桥，桥做好会当互人行着无？伊会当行无？卖当吧，祖师无先行，伊讲吼，有缘诶兄弟姊妹要互伊先过着，所以讲咱祖师诶心胸有够开阔。最近诶，咱行伫桥顶诶哦，毋通叫恁伫桥骹落。迄个叫做啥？六道轮回咧。你行好啊，一行过桥。最近诶，头前是清醒桥，后壁嘛一条桥，一条啥物桥？奈何桥？最近诶，修道人无迄个退后诶理由吼，你后壁迄条桥嘛，你等来吼。咱只有向前，无人向后。最近的，咱嘛是一条桥，咱这条嘛是清醒的，咱这条桥甲祖师迄条是不是同条桥的？是啊。咱今生做的工作是啥物？功德。度化有缘嘛，对无？是不是甲祖师这条桥同一条？是。安尼，咱是不是祖师的弟子？是。安尼有尊贵无？有。人伫咧桥顶过。桥流水无，这个叫做桥，这个就是咱这个人的桥。魔幻初心，魔爱初心。若无初心，这个人是要哪还心？有道理无？这个桥会歹去无？这有一天咪歹去呢？这若袂歹，变妖怪啊！无人敢甲你做伙。八百年嘛会到，一只椅啊，若歹去修理，你会当用吼，加减啊用对无？这个身躯若歹去修理，你会加减啊用。袂用伊就是安怎？迄椅啊若袂用会安怎？维修。当掉啊！这个肉体袂用会安怎？意外啦！这个肉体袂用会安怎？叫做故事深度。唔通自私对了，咱已经收到这个抗战了。最真的，这个肉体若袂用是唔通怨天尤人，唔通讲老师无保庇，唔通讲我做的功德是真的也假，绝对真的。老师嘛一定甲咱保庇的，咱做绝对对的。这个肉体一天爱有担，但是伤身入水，自性入水，这个自性通要留去。咱这个自性爱转去，袂使着道轮回，到最后迄个一定甲收会着。安尼祖师这首偈好无？哦。啊，咱有要做祖师的弟子无？哦。忍辱先知吼，伊对菩萨的境界啦，伊爱下去哦。时间的关系啦。来开始啦！啊，咱哦，这首偈就讲到这，因为时间哦无够吼。阮过来迄个
水煎的，这个肉底什么人生下来？没有，四大人生下来，一个收多人，咱会晓依靠四大人。水煎的，咱灵体伫倒啦？老母娘。李天老母，李天老母娘来迄个所在，咱嘛爱晓依靠四大人对无？有一天，咱拢有四世，嘛有四大人。有一天，咱的囝甲咱讲，十点要倒来无看人，你会烦恼无？十一点啊，还无消无息，你会想要找人？十二点外口透风落雨，连一通电话都无转来，你会足着急的无？无留着一个事。明明安转来，还搁伫遮哩。伊足着急的时阵，咱甲老母娘讲，老母娘，你安心，你放心，我来认识他，我来度我甲我有缘的兄弟姊妹。我会带伊倒去咱的厝，带倒去老母娘这个所在。最近呢，咱拢安尼甲老母娘吼，那无你变成干官，你有通袂记哩？你甲老母娘发的话，咱拢是家己愿意啦。咱无论拄到啥物困难，咱嘛爱甲承担，一定爱甲坚持到最后。倒去你一天，这是咱的使命，观念对不对？对。阿婆是。